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学家节目，非常幽默，你可以叫我们小默默。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逗你笑。我是雨燕。奇葩大作战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哈哈，逮到你了。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七年级鼠班，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，散发着阳光的魅力。他们的口号是：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外面下雨了，快放我出去！弟弟，你不能出去呀！别拉我，我要跟大自然亲密接触。不能去呀，会感冒的。姐姐，你能不能别管我？听说中国的凤爪特别好吃，非洲小哥特来试试。红牛配凤爪真好吃，从来没有吃过这玩意儿。不对劲呀、啊！哎呀，好辣呀！完了。凤爪不是你想吃，想吃就能吃啊。为了卖车，销售小哥们是各出奇招。不赚钱，真不挣钱，大姐。来，好好卖卖卖，一转两转了，先卖卖。下回还可以再谈，实在不行送套膜，送套膜，脚垫，香水。实在不行，我一个表妹介绍你，我一个表妹介绍你，我一个表妹介绍你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这么困啊？